我操，又他妈停电了！哦。今天又是人晴热干晒的一天，我们的交班站台最高气温达到了38度，预计今天天气会进一步北部地区有短时雷阵雨，但并不影响上游地区。我们依然警告高温广送预警中，预计最高气温有望达到38度。 平原地区个别站点有可能会挑战40度，紫外线照射非常强烈。你好，稳妹啊。稳妹。放地上就行，放地上。 大哥，开点妹儿吧。干啥的？我这送个妹妹，一会儿出来了。我们这儿有规定，不让送外卖，你谁点的谁取得了啊？哎，大哥，干啥呀？啊，累个啊！一会儿出来了啊！快点啊！谢谢大哥。 妹妹，不能这么没礼貌啊！妈妈平时都怎么教你的？来，快叫叔叔。叔叔好，你还去我们家吃饭吗？我妈妈做的饭可好吃了。嗯，不用不用，我想走了啊。叔叔，天气这么热，给你一个苹果吃吧。好了，快去看电视吧啊！一会儿吃饭可不能看了啊，要不然容易噎着。 媳妇儿，挺好的最近，房子着火了，房东人也挺好的，住着也习惯，到时候叫你过来住一段啊，啊，呵呵，行了，没事我先挂了啊，嗯，你也照顾好自个儿啊，嗯，挂了。 房租都没要回来，刚交完房租就惨了。我那也是，我就不能咱们交人家钱呢。